是文字始终，我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经常会感觉就是你心目中的画面非常难以传递到，全部传递到的历史，因为文字还是抽象的。但是呢，你作为童话来说，它在这个小说的插图里面，它可以补充文字的补充。耶，让我们一起举杯欢庆。